啊，好攰啊，啱收工咋，我都未食饭嚟，好攰啊。啊，好啊，好啊。我哋老细俾超多嘢我哋做今日。边个啊？靓女，最近嘅地站喺边度？地铁站喺，应该系喺。靓女，冇嘢嘛你？死啦死啦，欣欣你千祈唔好有事啊！报唔报警好啊？喂，欣欣，喂，做咩？你有冇事啊？我钱包唔见咗啊！你人包唔见咗？点解？你啱先发生咩事啊？我唔系同你讲紧电话嘅咩？跟住有个男人过嚟问我路，突然间闻到一阵味，就好晕，就唔记得做咩事。你闻到一阵好奇怪嘅味？系啊，应该系嗰个男人手上嗰个毛巾上边噶。死啦！你俾人迷晕啦！闻一闻就被迷晕，古装剧中经常会发生咁样嘅场景，喺纸窗上边笃一个窿，然后通过呢个窿往屋内吹入烟雾，然之后再等一阵，屋入边嘅人就会晕低晒。呢个时候吹烟雾嘅人就可以入屋为所欲为啦。呢种闻香迷晕嘅剧情喺现代居然都频频发生。2006年。一名大学生在从佛山回广州的路上遇到一名陌生的女子在身旁除外套，于是闻到一阵奇怪的香味，大学生即刻感觉到天旋地转，觉得自己有点不受控制。2010年河南一位58岁的村妇目光呆滞，神情恍惚地来到银行取出屋企的巨款，被银行职工叫醒之后先说刚才上了一个陌生人的车之后闻到一股味道，然后就不记得为什么会来到银行了。在广州本地，曾经一位网友和老婆误上黑的，一阵浓郁的香味袭来，于是两人同时感觉全身无力，好像被迷魂一样，网友即刻落车报警。类似呢种闻一闻就被迷魂嘅事件层出不穷，而可以发出迷魂香嘅方式都有好多种。有人话系一股烟、一张手巾、一罐茶叶，仲有人话甚至要警惕头发上边嘅发胶同埋扇吹出嚟嘅风。大家好啊，欢迎收睇生活调查团，我系调查员楚欣。嗱，我哋人咧每时每刻都喺度呼吸噶，但系如果我话俾你知喺空气中有一种气体，能够令到你喺短时间之内昏迷。我相信听到这一句话大家都已经是毛骨悚然的了。传闻中的这一种迷药能够令到人在短短的五秒钟甚至是两秒钟就会进入昏迷状态。那世界上究竟是不是真的有一种这样的药呢？参与生活调查团有奖问答，有机会获得丰厚奖品。本期的问题是以下哪种不是吸入式麻醉药呢？A 月迷， B 二佛迷， C 三座轮， D 地佛迷。答案就在本期节目当中，带着问题我们展开调查。通过呼吸道甚至是口腔黏膜、气管黏膜，包括肺，把那个麻醉药吸入以后，经过肺与血的那个循环和代谢，把血液里面的麻醉药带到脑子里面，也把脑子麻痹了。它是迷类，最常最经典的话我们是叫乙醚。目前我们那有七副醚、地副醚都是一种醚类。专家告诉我们，目前已知的化学物质当中，通过呼吸就可以达到麻醉效果的，就是上述的迷类麻醉药。这个世界上就真的存在有话闻一闻就会昏迷的药物，但是至于这些药物要怎样吸入才可以达到这个催眠的效果呢？是不是真的闻一闻、养一养这样就会令到人昏迷呢？带着这些疑问，我们今天是来到了博威动物医院，这里一起跟小动物来做一个麻醉的测试。小宠物在病重嗰阵都要开刀做手术，所以是会用到吸入式麻醉药的。咁协助我哋一起做实验的是资深的宠物医生方医生。系啦，我哋而家所在嘅位置就系同小动物去做手术嘅手术室啦。咁大家乍眼望落去啦，同人做手术嘅呢个手术室咧系相差无几噶，非常之专业啊。咁我哋都系见到啦，我哋嘅宠物医生，我哋嘅方医生嘅。您手上拿着的这个就是您平时给小动物做手术的一个麻醉药吗？对，一种呼吸麻醉药。
请问这个药的叫什么名字呢？叫益佛迷。益佛迷啊，哦，那这个是平时给小动物做什么样的手术才会用到它呢？一般的外科手术都可以使用。诶，咁我哋而家不如就嚟试一下，睇下我哋嘅今日嘅实验对象啦，非常之得意嘅呢只白兔仔啊！如果佢系闻一下呢种咁嘅麻醉药嘅话，会唔会即刻晕低？汪医生将麻醉药嘅浓度调到最高，然后帮小白兔罩上吸入式口罩，强制令佢持续不断咁样吸入麻醉药。系啦，我哋嘅白兔仔啦，系要持续咁样去吸入呢一种麻醉药物噶，睇下究竟系需要几长嘅时间啦，佢会进入一个麻醉嘅状态啊！在两分钟连续吸入高浓度麻醉药之后，白兔仔依然时不时咁样压下只脚，仲系冇昏迷嘅。时间喺一分一秒钟过去紧。这太小动物的话，一般所以这个的话，蜂蜜性的话不太好，可能会造成麻醉的话效果没那么好。呢个已经系目前已知嘅化学物质中可以通过呼吸最快达到麻醉效果嘅药物啦。但白兔仔连续吸入长达七分钟嘅时间入边，都系未昏迷，依然系保持住清醒嘅反抗意识。方医生猜测，因为呢个吸入式嘅口罩密封性唔太好，多少系渗杂咗空气，所以麻醉药嘅浓度系会降低噶。于是佢换咗一个更细、更密闭嘅口罩嚟麻醉白兔仔，计时重新开始。细嘅管道之后咧，我哋重新嚟进行一个麻醉时间嘅测试。而家麻醉嘅时间咧，系经过重新计时之后，系达到咗一分半钟嘅。小白兔呢度咧，已经系逐渐咁样慢慢进入呢一个昏迷嘅状态噶啦。果然啊，换咗一个更加密封嘅小口罩之后，我哋见到喺一分钟左右，白兔仔终于开始慢慢瞓低啦。嗱，咁我哋呢一个第二次嘅麻醉咧，已经系进入咗四分几钟噶啦。咁我哋都系睇翻小白兔嘅状态啦。方医生啊，请问一下，小白兔现在已经进入了一个完全昏迷的状态了吗？是的，但是还没有很深入的麻醉。唉，本以为系昏迷咗嘅白兔仔，又啜一声咁样企咗起身。呢只白兔仔真系顽强啦，咁睇嚟要将佢迷晕都唔系一件容易嘅事噃。从大口罩换到小口罩，白兔仔前后已经连续吸入咗十分钟嘅麻醉药啦，依然仲系有些许清醒意识。直到第十五分钟左右，佢先完全昏迷。喺脱离口罩之后嘅一分钟内，已经慢慢苏醒，并且正常走动啦。如果系换成人类，通过呼吸药物想达到麻醉状态嘅难度，系咪都系一样咁高嘅咧？第一个要一个密闭系统，你呼吸都是要在麻醉气体。那笼护罩的下面，第二个呢，接触时间也要长，你不是说吸一口气就是不可能的，就是说起码要刚才我说一分钟左右，或者甚至更长时间才起身那个麻醉作用。因为我们这个麻醉这个吸入气体呢，要首先经过呼吸道到肺里面，肺跟血液交换以后，再通过血液循环到脑子里面。要是脑子里面产生麻醉作用的话，就一定要经过这么一个过程。因为电影里面一些特工人员就说那这个手机发你迷就捂住那些要绑架的人，那个是可以，但是呢如果你就是这么吸一吸闻一闻，是很难达到那个浓度和那个药效作用的。吸入式麻醉药确实闻咗就会逐渐失去意识嘅，但系唔系闻一下，而系要喺全封闭嘅状态下主动咁样深呼吸两到三分钟，先可以完全进入麻醉状态。所以实验证明，如果喺室外全开放式嘅环境入边，只要闻一下或者系揞一下，系冇可能失去清醒意识嘅。方医生啊，我可以闻一下这个麻醉药的味道吗？可以。其实闻咗一下之后咧，这个味道都几难闻下嘅，即系有一阵嗰啲化学药物嘅味咯，就并唔似话传闻中讲嘅有一阵好舒服闻咗落去嘅檀香味。咁所以其实呢一种药物啦，闻咗之后咧，人嘅话肯定系会有一个警觉嘅意识喺度噶，唔存在话系一个非常之舒服嘅气味啦，越闻就会慢慢咁样晕低咁。这些因为是那个比较特殊用的一些麻醉药，我们特别一些管理机制很严格的，一般市场上是买不到这个药的，一般到医院的药房里面才。药房基本上不是说它只对麻醉科，只对我们麻醉科的那种
手術室和麻醉科才會發放這些藥物。通過實驗，我們是可以知道這個吸入式的麻醉藥的確是會令到小動物進入麻醉狀態的，但是這個過程是要經過全封閉的4到5分鐘以上才可以達成的，而且這個氣味非常之難聞，極容易引起人的警惕狀態，再加上人在被人掩住之後都會有本能的反抗和躲避的，所以說這個聞一聞或者是拍一拍掩一掩就令到你昏迷的这种现象似乎是很难达成的。看来一闻咒魂的迷药至今都是不存在的，但如果不是被麻醉到失去意识，而是麻醉到被控制行为，这个又有没有可能呢？刚才我们讲的几宗案例里面，当事人都是闻到一股味道之后就做出了不是自己意愿的行为，比如讲出银行密码，比如在银行那里拿钱等等。那么世界上是不是真的存在一种吃了或者闻了之后就会被指使做任何行为的药物呢？这个我不否定将来会有，但是呢我首先声明两点。第一点呢，有这么好的药他根本没必要进去抢劫，对不对？他直接把这个药卖给医疗机构，那个卖个专利可以挣很多钱，根本没有必要冒险去做这个抢劫或者说是之类的行为。第二个呢，刚才我讲了，就是说闻一闻气体，你不是密闭封吸入的话，达不到那个药物浓度，也不可能产生药物作用，所以这个是无稽之谈来的。专家啱先就话俾我知啦，目前系冇任何一种药物，不论系吸入定系进食，都冇办法令到人喺清醒嘅状态下咧，俾人控制行为噶。咁但系明明啦，网上有咁多嘅人同大家分享，话佢哋俾人迷晕，情不自禁咁样行去银行揿钱俾人，又或者系将个密码讲咗俾对方知。咁既然通过食药咧，就冇办法去实现噶啦。咁唔通佢哋俾人催眠？催眠疗法最大的一个优势就是可以让你的病患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暂时忘记你医生的身份。其实经营催眠很简单，就像现在我在跟大家讲话，有可能大家已经进入了我的一个催眠当中。事实上从大家走进会场开始，你们已经进入了我的催眠。催眠术不是巫术也不是魔术，它是一门科学，属于心理学的范畴。一、二、三，所有人现在去演奏你的乐器，你们就是这个世界上最优秀的乐器演奏专家。你的幅度可以更大一些，站起来跟我来，继续演奏你的乐器。好，向前。呢啲催眠 show 当中，被催眠者真系可以按照指示讲出催眠师要佢讲嘅嘢，以及做出要佢做嘅动作。目前的催眠术多数分为两个用途，一个是舞台表演式的催眠 show， 一个呢是用在医学上面的心理治疗。这些用途对社会还是会产生一定的积极影响的，但如果这么神乎其神的催眠机被用在犯罪用途上面，那不是很危险？人是不是真的这么容易被催眠的呢？被催眠那阵是不是真的可以完全按照对方指示行动呢？今日调查员带着三位志愿者来到广州葛吉夫催眠中心，找到了首席心理治疗师林建雄博士，他们决定亲身试下被催眠的感觉。Okay， 那我们现在我身边的这一位呢，就是这一间催眠中心的林老师了。林老师你好啊。你好。我想问一下跟着我来，我们现在要做什么事？我们来做一个催眠敏感度的测试。嗯。第一个呢就是说法式的这个钟摆测试。说法式钟摆测试纸上边画一个圆圈，圆圈中有一个十字，标有 A、B、C、D 四个方位。随后志愿者波波攞起在水晶球上面的一支细线，等水晶球自然下垂，然后老师将会暗示水晶球去往 A、B、C、D 其中一个方位。志愿者的手不动，只是凭意念和老师的暗示令到个球摆动。你的视线要放在这里，我说 A 你就放在这里， B 就放在这里，好吗？好嘞。A B C D A B C D good。整个过程志愿者的手指纹丝未动，这个水晶球但就随着老师的暗示移动到了老师读的方位上面，而且幅度就越来越大。我就是觉得林老师在要我看 ABCD 的时候，我没有自己主动去动，但是那个球它好像自己会动，我就觉得很神奇。就是眼睛旁边是人的神经分布的最密的地方，就眼睛一动神经就动，那神经动的话呢，就会
指挥这个手、手臂的肌肉啊，这个神经啊，就跟着动。所以实际上，如果你想要它不动是可以的，就是我 A B C D， 但是我的手用力把它撑在那里是可以的。但如果人是放松的，把这个戒备把它去掉了，把这个信任增加了，就可以完全放松，就人就会比较整体一点。林老师话俾我哋知，人嘅肌肉系由神经控制嘅，而人嘅神经讲明白咁就系你嘅想法，你嘅心理暗示，要先产生某种想法，然后先可以通过想法推使你做某种行为。咁啊，人嘅想法系咪好容易俾其他人喺短时间内彻底改变嘅咧？咁啊，首先呢个被催眠嘅人，佢系自己有意愿，佢愿意嚟体验下催眠系乜嘢。跟住咧就係一個催眠師佢嘅經驗或者同埋佢嘅水平，第三個因素就係佢哋之間點樣建立一種信任程度，可能會同其他嘅周圍嘅環境，譬如話呢個場所啊、大自然好靚嘅環境啊，就會相對容易啲，寧靜啲環境會比較容易啲。其實被成功催眠嘅條件都幾苛刻嘅，嗱，你首先要完全相信同你講嘢嘅人啦，然後你哋交流嘅環境冇太多干擾。你的身心达到一个极度放松的状态，才容易被彻底催眠。跟住林老师帮志愿者文文做了一个单独催眠实验，他拿出了催眠神器水晶球，先让文文彻底咁放松。然后接下来的催眠过程就为了防止被模仿，我哋要做一些处理啦。因为文文经过催眠之后，讲出一些令人意想不到的嘢。听咗老师讲嘅嗰啲嘢嚟做啦，跟住系觉得好放松，我就快瞓着嘅感觉咁样，跟住我就发觉系自己成身都好放松，我坐得都好舒服，好舒服。跟住佢我就系听到佢把声，我就系知道佢叫我做乜嘢。佢系我记得佢系不停咁叫我数数咯，数到五咁咯。跟住后嚟佢叫我我唔知点解。數數佢叫我三同五之間個數字唔見咗，我數唔到出嚟，我數唔到出嚟。後嚟我又唔知點解會數翻出嚟喎。呢串數字係文文嘅車牌號碼，仲有文文嘅學號，亦或係同其他有關乜嘢嘅密碼，我哋當然係唔會公布噶啦。但係實驗證明，人比循循善友之下咧，係好可能會透露唔應該同陌生人講嘅信息嘅。人嘅心理係好奇怪嘅。人會受到一啲突如其來嘅一啲影響。如果呢樣嘢咧突然間碰觸到佢內心嘅某一啲需求或者恐懼嘅話咧，佢就會喪失咗理智。所謂咩叫碰觸到佢內心咧？一個就係恐懼啦，一個就係佢嘅慾望。所有人睇到廣告之後採取購物行為，全部都係因為呢兩樣嘢。一個就係恐懼，一個就係慾望。你如果買咗呢樣嘢就可以點點點啦，呢個慾望。如果你唔買咧，就可能會點點點啊！呢個就恐懼啦。所以人喺情緒裏邊係無法自控，就係咁啦。當一個人喺情緒裏邊嘅時候，就唔需要引導，佢都已經喺催眠裏邊噶啦。因為嗰陣時佢嗰個頭腦嘅清晰度係比較低啲。中國人民公安大學研究生部主任、中國犯罪學研究會常務理事黃大為教授指出，公安部門很多 case 入面，不少人嚟打劫之後都聲稱自己是被人落了迷藥，但根據公安部門的偵查，至今是沒有一例是得到查實的。在警方辦案過程中接觸過用麻藥害人的案件，但是類似的藥物一般要落到飲料當中，或者跟人體接觸之後才可以發揮作用。所謂的被人拍一下膊頭被催眠之後乖乖拿錢送給歹徒，這類方式目前都是未被查實過的。而這種事情的發生，多數都是被害人被引導進入了陌生人的騙局，由於恐懼或者慾望產生的心理暗示，促使自己做出不在計劃之內的行為。所以你的右手就慢慢地往上飄起來，毫不費力，非常舒服，非常享受的右手就往上飄，往上飄，往上飄，然後同時你的左手慢慢地往下降，往下降，因為你左手上面的那厚厚的字典實在是太沉重，太沉重了。
最后林老师帮四位志愿者同时做咗催眠敏感度测试，嗱，我哋可以见到三位志愿者都喺同一个空间接收到同样嘅指令，但系佢哋做出嘅动作幅度咧就各有唔同啦。三位女士左右手嘅高度差都系比较大嘅，而35岁嘅男志愿者双手之间高度似乎就冇变过。呢个可以讲明一点，其实人系完全可以防范被催眠嘅。时刻都要保持清醒嘅头脑，唔好轻易去相信其他人讲嘅嘢。如果是一个陌生人过来讲嘢嘅时候呢，非常留意自己嘅呼吸，而家係一边同你讲嘢，我自己係一边呼吸緊嘅，我知道我係呼吸緊嘅，呢个係比较容易呢，就係唔好跌入去某一种感受或者情绪里面。如果係停低嘅就变成后脑，如果后脑会变成停低，即係话改变下自己嘅状态，比较容易令到自己係清醒状态，关注自己嘅脚步。如果行緊路嘅时候，一个人如果一边行路一边可以关注自己的脚步，我抬脚又踏落踏落去，抬脚又踏落去，跟住自己脚步咧就会保持清醒状态。嗱，调查到呢度咧，我相信都可以做翻个结论噶啦。嗱，虽然话咧目前呢一种喷一喷、闻一闻就令到人丧失意识，但系有行动自如嘅药物，暂时嚟讲咧系唔存在嘅。咁但係咧，呢一種通過飲料同埋食物去令到人麻醉嘅藥物咧，仲係存在嘅喎。咁所以咧，大家喺出去玩嘅時候咧，就一定要留意翻啦，唔好隨便食我哋陌生人俾你嘅嘢啊，防止藥從口入啊嘛。今期嘅節目時間又差唔多啦，我哋下期再見，拜拜。你现正收睇嘅系广东广。